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棋局呢，是2016年精力智能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三轮的一盘主将战。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重庆地产队的主将谭笑七段和珠海万山队的主将唐伟新九段。是。来为大家做讲解的是刘晓光老师。刘老师您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呢，给大家讲解这是个围甲比赛的主将赛的一盘棋。那么这个主将战呢，应该说还是比较引人注目的，因为谭笑啊，今年是刚刚加盟重庆队的，转会到了重庆。对，这个唐伟新，对，是我们这个万山队的珠海万山一员猛将是吗？这个过去我也一直跟着我们，他曾经就是跟着我这个叫辽宁队之前是辽宁。对对那么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就是他们两个人对阵这两个队的一些画面，我们先去看一下。这在中国棋院。对，中国棋院下。那就是在中国棋院二楼下的这盘棋。这是唐伟新，这是珠海万山队的主场对。唐伟新呢，现在等级分排名第6，最新谭笑呢是最新加盟重庆地产队的。因为重庆队呢去年有一度陷入了保级圈，所以今年呢是重金引进了谭笑。好，这是唐伟新。这个看来是清凉油吧。是这个是很多棋手都有这个习惯是吧？我看常浩就有，常浩张璇经常比赛的时候拿清凉油在这个提提神啊之类的。是的是的，我是没有这个习惯看来您精力能够保持的比较集中。就是说我棋不行主要是您太谦虚了。这个是李轩豪。李轩豪重庆帅哥。古力，你看在后面我看到对，古力这是重庆过去的老将，或者是以前铁杆的主力，现在都不下主将了。古力古力已经是整个围甲年龄最大的一名棋手了。这个发展太快了。83年这个我们都不要说老了，这古力都是都是最大的了。这是孟泰林。孟泰林这些都是我非常熟悉的面孔。是啊这都是我们的队员古力这一场好，我们来看看这盘棋的进程这是主将战，主将战唐伟新对阵谭笑，谭笑之黑棋，谭笑黑棋，唐伟新白棋。一般都是自己主场的话都选择白棋，因为主场是可选的。对，是的是的，因为现在大天幕嘛所以大家都觉得白棋会稍稍有利一些然后白棋下了这个行为对，他下这个行为，这个比较少那没他在下那个行为。行为对，然后白棋小目。对对对，然后黑棋是挂的。是。谭笑采用的这样的手法小飞。小飞，然后在这儿走一个。这以前被称为小林流是吗？对，非常简单。已经很老了。这个小林流，这个那个年代，我们那个年代这个非常不陌生，下过很多次。我这个布局就下过很多。一般呢是这叫大飞挂。以前都是白棋都是大飞挂。大飞挂这个，然后白棋呢要么跳要么尖等等等等。这个棋下过多了。对。这特别流行。流行。但是现在这次出现呢，这个唐伟新呢，他没有去那个走我们以前的老套路，他是挂的高挂，他下的是高挂。以前是大飞挂呢是最普通而且变化最多的那我们也有过深刻研究的，这都是这个布阵布局布局下了很多这个但是他走的是这个棋。这个棋呢我觉得他受谁影响我们看这个一走走这个多数会走在这个二尖高架这个也都非常，因为这个子是在高位一跳一跳，这个高位呢也发挥作用但是你看他走这个，大家是有没有这个印象这个曾经主要是谁最近的阿法狗下过人机大战的人机大战的时候当然这个子在这面低位，当时是这一虎李世石一虎，他白棋就跳了，阿巴狗跳，那么一走一连压几个，然后就是那边逼。对对对，那个棋是第一盘，
对，人机大战的第一盘就这么下。对，你看看现在周围的情况不太一样。我们的唐伟星也受此影响。所以说，你说这个人机大战的确在我们的，他已经走进了我的生活，直接影响我们的棋手的思维走向。嗯，他也来走了一个这个，也是受了，过去哪会脱退啊？对，很少有，多少年没有直接脱退的。就因为这个 AlphaGo 走了一个这个脱退之后，你看他也模仿了。嗯，然后实际上黑棋飞起来了。其实这个。它这个飞呢，这个形状是有过的，嗯，哎，这个是有过的。这个如果你要夹在这儿呢，它是要走这个的，嗯，然后你要长，它就把你冲断，哎，就冲断，然后再作战压过来。哦、这个棋呢是有过这个下法，哦、这个是黑棋可战的，嗯，有过这个定论，对，有过这个定论，是的，哎，咱们一爬冲断之后，连压几个再搬粘之后，你拐着我就跳，这样我给你分开作战，我这子就发挥了，嗯。这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个棋，当连校走到这个时候呢，这个唐伟星他就走别的，他一看他不是 AlphaGo 那个棋嘛，他是飞的，因为他没有虎，没有虎，他就不跳了，对，他上靠了一下，这个是下的位置是一样，但是棋的意思不一样，对，当然，对对对，然后这个地方走这个，再搬，这个是搬的，嗯。搬这个时候再加就不同了，这个时候你要虎它能跑出来，嗯，看啊，这个棋啊，如果你在这个地方虎一个，它这个棋能走这个了，那就因为因为这两个有交换啊，使得它这个成功了啊，所以黑棋这个棋啊，这个时候就冲了，它冲在上面，冲在上面，对，这是定势了，嗯，成为。定势，这个棋以前有人下过，是吧？这个局部还是比较常见的。常见的，这个棋你就要转换了，对，把这个吃掉，嗯，然后呢，黑棋断在这里，嗯，这成为一个这个过去我们那个时候就下过这个定势下，有人这么下过，多次出现过，这是一个老定势。嗯、这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个断的时候你不能，不要首先不能这么吃了啊，千万不能这么吃。嗯这么吃一粒，这个棋是中了黑棋的圈套了，就完了，中刀了，中刀了，怎么走都不行了，嗯，怎么走都不行了，这接下来是跑不掉的，对你这个不管你走这个都被这一拐你就完了，嗯，你再猴一个呢，再爬一个，这一粒就那脚全死了，就麻烦了，嗯、这就中套了，是吧？这就中套了，这不行，不能这么下，不能这么下，嗯、对，棋这个棋呢，就是说。放在这儿呢，它一断的时候呢，要么连着走，要么呢就先放一放也可以，嗯、它就放了一下。白棋实战脱先了，它在这儿手脚。对。但是我在想着，这黑棋上面的形势这么大，刘老师不想着这么是先挂脚吗？或者是拆过去？你说现在白棋这个啊，这个挂这个，我觉得挂一个也可以，好像。对，我就觉得挂一个好大。挂一个可以，嗯、对，挂一个。挂这个也是挺好的，是的。挂这个，你比如说走一个，嗯，他往那儿走一个，这也是，也好像值得比手脚好像选择的，是不是觉得好像更宽广一些，更多可能，嗯，但是他手脚当然是有他的思路的，就有对对对，整个的构思是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可以考虑的一种下法吧，是是是是是，可能是这样说，是吧？哎。对，这个是。现在实战的白棋下的是这个。对。然后黑棋大飞。黑大飞，对。啊、嗯。白棋拆了一个。这个棋。它怎么看起来像要对围的样子？是，在这儿。嗯，这个当然这他是选择这手脚拆、嗯、啊，然后黑棋呢又在那边选择一个尖一个哈，小尖一个、嗯，各走一个，这是也是一种刚才挂一个当然也有，嗯、现在呢走成这样，他觉得这样也是一直不应该说差的不是很大，可能喜欢我是这样，你喜欢那样挂哈？我还是喜欢先挂过去，我看人家围太大了，我觉得有点心里有点含糊，有点含糊。但唐伟星他不这么认为，看起来、哦、是。嗯，白棋拆了这个、嗯、这个棋可能要跳啊。对，这个现在黑棋 跳一个形状也不错。那么现在那面都放着放置不走半天了，
要不走黑棋局，哪怕另一弯走完补一个也是不小的，对，挺大啊。嗯，他当然这个也想抢，嗯，但是现在他终于白棋落到先手之后，他走了，打吃了、哦，尝一个，这是一，这就是一连串的，既走了就要把这个赶快的、嗯、不走，被这一打特别大，先手，对，你走完之后不走，走完就一连串的走，对，这样一气呵成啊、嗯，是一手非常大的棋，是，哎，这个粘我觉得挺大的，嗯嗯，这样就，基本布局啊，框架都出来了。大家现在看得很清楚了啊、黑棋也是张氏、嗯、那么白棋捞个角然后走了，这个不知道他们以前下过这样的布局没有，反正是这个下像、嗯、我感觉啊，这不像他们两个都是研究很有研究 的那个样子、啊、嗯，应该不是很有研究的、这个、对，现在可能随性下成这样，嗯，以前也没见他下成这样，但是下了这个之后呢，那就是黑棋继续张的，他是走的这个尖冲，尖冲、哦，哎，嗯，观察这个跳的意图，嗯，是吧？这个白棋贴一下，贴一个，他就长，对对对对对，这个棋呢，它是飞一个，嗯嗯，这个形状在这个是飞，它那么期望你挡住了，这一般飞一个挡住。是吧？对。那么黑棋这个尖冲完了之后，他这个肯挡吗？现在？他就是没有挡啊、哦，他实战是没有挡。挡一个是不是见小了？挡一个，因为那底下本来就露着锋嘛。对，挡完这个地方，白棋过来了之后啊、嗯，这个挡就价值不大。是的，嗯。所以这个时候他变了，继续扩张。对，在这儿。